500万，满天开价啊你！两百万，肖任远，那可是五具尸骨，你不能一毛不拔，400万。哼，二位大人，麻药和姜片是用来避臭会去腥气用的。 别计较了，300万。成交。嗯，白夜帮我记录。这些白骨的死亡时间能断定出来吗？这些白骨似乎经过清洗处理，所以很难断定。不过尸体要变成这样的白骨，在土里需要6到8年。 在水里也要4到5年，四具尸体骨节完整，唯独这具没有了小腿骨。是玉萍，这些残骨是男人的小腿骨，这小腿骨向外弯曲，说明死者天生残疾。把玉萍中取下的白骨抬过来。 完全吻合，这些白骨上有刀痕。第一具白骨，左肋一刀，右白骨一刀，心骨一刀。心骨这刀最严重。那心骨这一刀。 应该是致命伤。嗯。第二具白骨，颈椎骨一刀。这一刀应该是致命一击。第三具白骨，右臂一刀，肩盂一刀，印堂处一刀。这具尸骨的致命伤应该是在印堂。 第四具白骨，取汗、拆骨各一刀。这两个刀痕深浅差不多，但是拆骨离脉葬最近，所以这一刀应该是致命伤。这骨上的看起来不像刀痕。